航道酋长岩，酋长岩好久没来了，今天天气太好了，不来就不要来这边晃一晃，好久没来了。酋长岩目前真的都没看到，真的不在家。现在酋长岩，然后不在家，等吧。大炮还没架，下一下。回来，回来。山壁上一只哦，右转。有了白点，那有没有？拍鲁池拍拍，听到后面有游隼在叫，然后回头看一下，它刚好在这个位置拍翅膀。有那边山壁上的白点啊，那你拍的哦，在这里，谢谢。哦，你看眼睛那么大，哇，好漂亮哎，谢谢你。喂。对。这一只是小的吗？现在只有这个，看到龙山真面目。好，好可爱哦！对啊，这个就是人。对啊，是成人。站在这边的，没有上次来就是让他跳绳，谢谢。对，刚才在拍鸬鹚的时候，山壁上这只游隼在叫，他刚回来的时候在叫。这季节应该跟龙洞一样不常在叫。那个七弟弟，刚好看现在这时间。龙洞要干嘛？因为龙洞好便宜啊。现在今晚这些就走了。那也是小港上面飞的。哦，那不一样，看吧。哎，飞走了。太快了，没拍到。没关系，有录到。飞走了，飞机里面了。飞一走飞太快了。对嘛，又看这边一个白白的，偷偷飞回来，在那个山壁那边头山上有个白点，有没有？刚才我看那个山壁上的白点，那看起来以为是大便，不过后来拉近一看，这只是公鸟还母鸟，看不太出来。哦，有它在动，有在动嘛？对。有没有？哦，对，就是它，白白的小鸟，真的耶！哇，在这，看好清楚，好清楚哦！哦，有没有小鸟？老鹰，太远，真的有种，就是老鹰，有没有？不是老鹰，它不是。好了，算老鹰好了。算它跟老鹰不一样，不同科，它是隼科，跟鹰科不一样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啊，看不到。有看到，飞最快的，有没有？在那动了。
他看我，他看我们很清楚了，我们看他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对。这里是常常有这个吗？它的窝都在这里呀、啊。它的窝都在这里。这边住一对。哦。它的窝在。这样看得到？哎，有，你还有看到吗？有，来，很清楚，这样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在动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一直在飞哦，一直在飞，一直在飞过来，对，飞过来了，它进来了，有没有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八。另外一只呢？另外一只，我两只交换了。对对，两只交换，你看。嗯哈。他后来去拔状胎有没有？这只应该是公的，这一只呢？其实有点看不出来，拍这一只好，这只比较漂亮。大便要飞了。来了，没有没有，哇，太难太难，有了，不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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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，停了停了，有准，那边有告示牌有写。在这里，另外一只呢？另外一只刚刚在那里。现在刚才其实分不清公母了。另外一只回来的时候，把另外一只撞开，往啊，在老位置啊，在那边山头上有的点在动。对对，那个点在动。有一个一点白白的。嗯，那个点在动。跳过去。有拍到吗？有，还在。看一下是要找食物。对对，它叼食物。好嘞。你说刚回来的那个？对对对对，它在最远山壁上那只，它在，它现在去叼仓库拿一个食物出来了。哦。它现在在拔毛。对。哎，奇怪，看看这个。它这边的不好分，公的比较小只。公的比较小只。对。现在这只拔毛，然后运气好，带出来。母鸟去空中交接，就可以收工回家了。你要看一下，来，这样子应该看得到。这个是哪里？哪里哦？这边比较暗，这边上太有点太远了，你可能有点难看到。哪里？是哪里？不是，你要看吗？看什么？小鸟。母鸟飞了。太慢，还在飞，可以。有，好，加上。哇，飞去后面。你怎么知道公鸟跟母？感觉，拍久就大概知道。它这边的这一对比较难区分公鸟跟母鸟。这是幼准。啊？这是幼准。有准。有。啊、哦，它全世界飞最快的鸟。对。等一下哦，再抓。啊？可以
它有两只住在这里，对，但是夫妻，夫妻，对，但是夫妻住很久。有小孩吗？小孩，你五月来的时候会有，对。我的明年。哎、欸，对。我住哪？今年的已经飞走了。要飞去哪里？自己出去生活啊。你看一下，哇，等一下，我就把它拉上去一点。它是母鸟。它在干嘛？它要飞了，它可能要飞了，它可能要飞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它在擦嘴巴。我会觉得它应该想要飞了。飞了，哎，跳上去，跳上去，它可能要飞了，你们先看一下。来，你把它放地上，我把它转下来给它看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吗？还是太，还是要上来看。看到小鸟吗？那我把它转正一点啊，好好。有吗？有。有。那你觉得它很可爱吗？有。会笑吗？有比你可爱吗？有。有你要看那个三臂藤，它如果飞起来，它就有看一只鸟飞出来。有后面一只飞出来没有？来什么声音啊？啊！大声吗？我没有追到。我已经知道它在哪了。是啊。它在哪里？来，来打我们。哎呀呀！它脚上一只。八哥吧，过了，电力没电了，这次才像疯了，尴尬是。哦，又来拔毛了，哦，这位置漂亮。哎，可能需要小心一点。怎么会这样？好。因为这一只在阳光的山壁上，你白一点，应该是在刚才这里，你白一点在上面，就是外阳光这一只。然后阴暗处有一只还是站在那边，我要把它。好，这个很好。这有一只是八哥，那是在山下的。不是吗？你是吗？应该是飞走，没注意到。飞到好像高的，对，其实很像。哇！一飞飞飞飞飞，来不及来不及，哎，算了，还是抓这只。OK，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。你们大爹现在不晓得，看不出来是公鸟还是母鸟，这一只在拔毛，仔细看一下好了。有点像母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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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啊没有啊，那里哎呦哎呦哎呦，在头上，哈哈哈哈，好，你在上面，有那个没有看到，有好，还要飞过去，那我先飞了。有看到，那边
对对对，这边住一对夫妻在这里。我给你看刚才这一只飞过去的好了。有哈，有。我把位置调一下好了，这边不好哈。现在这一只是拔毛的那一只，对，看它拔毛比较酷。它在吃了，知道吗？它有在吃吗？我不知道。被拉扯。另外一只飞到哪里了？我记得另外一只也是看得到啊。有看到吗？另外一只飞到它的右上角，对不对？影子那边也有一个，它的影子照在山壁上也凸起来。哇，漂亮！要太阳，你要看太阳。哦，兼职。啊，这样。我是看那个天空蓝蓝的。哎，所以它就刚刚是这样飞了一圈，然后就有爬上去。没有，这一只是一直在这边拔毛。你能看到这一只的右上角那个那边影子那边有一只，有一只有没有？那边山壁还站一只刚才飞的那一只。对对对。在吃吗？好像有加减在吃，对。我觉得这个不像拔毛呢，它有点像是吃什么。它现在已经拔了一阵子了，对。哦、有一只，这一只刚才没注意看。看什么？那边很高，咪咪等下跌倒。现在两只都在啊，两只都很酷，两只的那个刚好影子就投射在山壁上，只是镜头只能带一只，有点可惜。然后这一只毛拔的差不多已经在吃了，然后这一只不是鸽子，这一只看不出来，这只毛色不像鸽子啊，回去再放大看一下。我刚才飞了太多趟了，根本来不及拍，手忙脚乱。好，现在不能动，因为万一等一下这一只带食物出来，顺便来表演的空中交接。但是看着这时候的习性，不像是空中交接，没有要那个现实或是耳度的情形，我觉得空中交接的机会不大。所以我在跟GoPro讲话。
上面在。快点！我这次标这个上面。因为我都在录。现在拔毛这只是公鸟，对，没关系。然后右上角那只休息是母鸟，因为体型有差。体型比较大的是母鸟，母鸟一般比较大，然后公鸟会比较小只一点，然后颜色比较鲜艳。不过这边这一对不好分，这边这一对其实体型差不多，对，不会差太多，不像其他的地方就差很大。等它飞的时候，我再看一下。你现在可以看，没关系。好，你一直走来走去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这画面可以啊，嘴上都是毛，然后决定对焦有点问题，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酷啊，那天对焦有时候会稍微追不到，42%的电，应该可以撑到它吃完。吃东西为什么会吃那么久？为什么会吃那么久？可能毛太多吧。好，差很多。大概这边这一只嘛，刚才在阴暗处还有，它还有再拔一只八哥。对，八哥，八哥啊，就是那个路上不会常看到是黑色的那种八哥鸟，哦，它是一只鸟。可是现在岩石上面有两只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一只，那个叫做鸬鹚，它是专门捕，它会在海面上，然后潜下去。小鸟会游泳？会，它有在海面上这边飘飘飘，然后就潜到水里面抓鱼。抓鱼，对。哇塞，我要去跟妈妈买。来，就跟妈妈买。快点啦、啊！电池会没电啦、啊、GoPro 没电还是相机没电？GoPro 停止录像。
现在那个太阳被挡住了，视线被挡住，我们再去抓母鸟，拍母鸟。现在这一只是母鸟，它在这里有没有？然后它影子在这里，它站在这里，然后影子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对对对对。在现在公鸟又上去，他们会睡觉吗？会啊会啊，晚上应该都会啊。对，喜欢看，明年五月的时候可以，你会看到那个小只的游隼在这边一直飞，就在这边站在，可能站在这边山那个山顶上，这里很近，照相机可以看。眼睛看就看得到了。对，就很近，在这边一只可能会有两三只小只的那个游隼。那你是每天都会来这里？我没有每天，对，天气好可能会过来。下雨的时候他们都躲哪里？啊？下雨？下雨他们有时候不躲，有时候可能就站在现在位置，然后淋雨这样子。对。然后他们巢穴的话，那个板子上面有写，巢穴的话是在那个地方。对，上面那一堆草那边有一根石头，有根柱子的右下角、左下角那里，那是他们巢穴。小 baby 出生的时候会在那边，等到五月的时候，小 baby 可能就会飞出来这边山头上飞。小只的游隼很可爱，肯定可能要想办法把太阳光遮住。那他们生小孩是什么？在五月啊？五月之后，小 baby 会飞出来。那他们生小孩？啊？他们生小孩也只会在五月。他们其实，二月多就开始，可能二月多开始生小孩，四月多孵出来以后，到五月的时候，他小孩才飞出来让你看到。这不是他在叫。他们现在几岁？这只我不晓得，这只2018年还是哪时候就在了。对，这只也四五年，至少四五年在这里。这两只，它上面应该有写哪时候开始发现的，2018还是哪时候？可能更早就有了，只是2018以后才发现的，才把它抱出来。可以。等一下有空可以看一下那个山况。哇、哦，没阳光了。底下那只还在哈，没阳光了哈。我换的位置哈。你是从哪里来？我住附近而已。对。这只吃太久了，我电池快要拍完。不过因为现在没有太阳，所以等下飞起来。多少天的？你们？我们阿嬤家附近哦。就是很常来阿嬤家，但不是说很常来这里。他有天气要配过来，但是他不一定在家。对，他有时候会飞出去。对。所以五月的时候可以过来。这个跟自然没什么关系吧？对。
哎、欸，是不见了。马兽不见了，跳上去了。它跳上上面那一个哦。它在大概在擦嘴巴。它马兽跳上去了。它现在在擦嘴巴，用石头擦嘴巴。它等一下应该会飞了。跳去了！好，他这样跳的。那两只白色的下去吃？是啊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没有注意看，两只没看到了，两只飞走了，不知道。现在都没有。有可能回家了吧？啊。哦。算大还是算小？它不算大，老鹰知不知道？它比老鹰还小只。对，但是它是飞最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飞最快啊。在动。那我你有看到啊？在动。在动。它应该不会飞了，已经在休息了。你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。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说不会飞又飞，哇！我没有抓到它飞呢，在那哈、哦，有。在干嘛？上面那只飞走了哈。那现在已经太暗了，没办法拍了。我把它调亮一点。你看，它飞不远，因为那边不好站。飞到后面去了，应该可以收工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哦，拜拜，差不多收工了。哦，我差不多也要收工了。感觉。飞了也没用，因为现在是 PP 八，用 PP 八来拍拍看。再飞一趟，我也要回家了。再飞一趟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来来来。飞喽！是啊，这两只是黑鸢啊！哇，冲出去，机车！没有没有，
那去打黑烟了、啊。机车，哦，机车。就是没有顾好黑烟，然后盖太惊险，机车，但是都没有拍好。一只母鸟飞出去的时候，相机关掉。一只母鸟飞出去，就看到远方两只黑烟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公鸟也冲过来了。然后公鸟冲过来的时候，根本来不及拍。在这边用加倍镜真的是四百端都不好拍。好了，两只都飞出去了，两只应该都飞出去了，回家了。好，收工，东西都有带，收工回家。